就算没有个年轻人插队，看一眼看一眼，眼神充满不屑，你不停的情侣相依偎，你看我我看你，当在走到左边，右手边一个妇人的出现，走向前走向前，好像没有不对，红着尘尘门停在我面前，挤向前挤向前，把我挤回路边。好像我好贱，我好贱，只是买他臭脸，不太熟的朋友靠近我身边，他的嘴他的脸充满羡慕气味，美好的城市为所欲为，我只要只属于我的宇宙，曾经遇见从来没有过的你，你爱的季节，你老去的希望，全部也都飞翔在我的房间，新鲜的山水，说着谢谢，这那些不明的世界都不想去改变，就算空气却化作无尽的压力，谁看不见，只看我那空间，那初恋充满暴力的情节，一切都被那些都无法相去念。
我还以为大家已经就是忘记我们刚才唱什么了。那刚才阿福有提到九年前曾经在这里，我完全不记得，很难得是这件事情是阿福记得，但为什么？啊，其实是不是阿福根本不记得，他刚在车上还跟我说，我觉得我没有一点印象，是不是因为九年前我在当兵我没有去啊？结果他就在网络上面查照片说，哎，上面好像有我哎。对，九年前的2011年那时候，然后就我就发现，哎，上面那个我好像不像我，怎么看起来这么瘦啊？哇，对啊，所以今天其实看到大家，我就是现在很赚啊，你现在有两倍大的你。对，因为也有两个我，就是我也有的小孩子。啊、哦，没有，其实我其实要这样想跟大家说，其实因为你看九年过得很快，所以今年呢，你们每一个来到现场，虽然来到这里面的人虽然人很多，但是跟着你们来的人都是你们很重要的人，希望这个活动一直持续下去，一直到之后。九年后，你还可以跟着他一起携手来看演唱会，一起看我们的演出，好不好？很重要哦。然后，对啊，如果他当初是带着他可能有小孩，是小学一年级，现在就已经上高中了。哇，天哪！没错。好啊。那其实你知道，我们跟着直播就会跟着这样走，所以我们来听导播好好讲。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歌喽。